犯错出忏悔心，才能够清净无烦恼。我跟我的家人谨守着原谅别人就善待自己，希望呢受害人还有加害人一起解开这个生命的世界。是不是正义的让加害人去抒发的管道，可以预防这个加害人再犯，被害人可以抒发到一个心情的一种做法。觉醒年代忏悔时刻，需要大家一起来